好快哦，一年的时间长高半个头哎。爸，如果妈妈没有生病的话，我们会一直待在美国吗？可是妈咪刚吃早哎。生病也不是他能控制的、是不能，但他能控制要不要随便乱生气。打我！你那么爱他，你打我啊！你打！52分，在美国是及格吗？我又不是没有念书。姐姐，you know mommy loves you, right?